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来到天堂美食这个频道，我是杜师傅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就是香煎咸猪肉。从二锅头酒腌腊肉取出一条，慢火煎香至熟，加适量的酒，开水盖盖，烧至水干为止。如有兴趣腌咸猪肉的过程，请关注视频结尾的推荐，谢谢。肉甘香入味，野味可口，香气浓郁，料理简单。又是一道美味佳肴，谢谢你的分享，下期节目见，拜拜。